哎、欸、他哎呀、欸啊，我刚怎么画面是跳那个地方啊？他真的把我当盘子哎、欸，你敢信 ？FPS 攻击，我靠！哎、欸、他哎呀、欸啊，我刚怎么画面是跳那个地方啊？这游戏都想叫我抽哎、欸，他真的把我当盘子哎、欸，你敢信？哎、欸，这游戏有细节的，他给我返回游戏，给我开抽是什么意思？要抽是不是？懒得要保底的，你们知道？但是我感觉我今天有那个味道，因为我目前三连胜。来，我们这边各位祭品，来祭品，来直接抽祭品之力，冲啊！这个保底，我们这个先把保底命放在这个地方 ，OK 吧？全是细节，连抽奖都有细节，各位连抽奖都有细节。OK 吧，不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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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运气在这边了，各位，运气在这边了，不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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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游戏想要我保底啊，他想要我保底啊，不是，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有点不太妙。各位有点不太妙，你们刚看我返回游戏的时候，直接跳到那抽奖画面，我连用祭品都不给我祭品哎、欸，我还有60颗，给我还有60颗，可以再保底一次，来，可以，这才是合理的，在正常的好不好？正常的，来 ，OK， 有了有了，几率洗干净了，各位看好看好，当那边保底以后，这边就不可能保底了，真的，来喽，看好，各位看好。这边直接来个五个边边，五边形来一下，哎，只能选附近了，好笑，来抽，来这边直接催泪，五抽直接中，谢谢，感谢，是什么 ？OK， 垃圾东西，哎，我刚不是只选五个吗？哦，这边五个按掉了，是不是？来再五个，这边直接抽下去，一二三四五，来。怎么这么快啊？哎、欸，怎么直接跳级就五了、啊？好笑、哦，盘子造型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各位，马上就中了，马上就中了。这个小奖先直接抽完，真的就马上换大奖了。真的，再来是这五个边边来一下了，好不好？边边的，边边的。咦，看他这有点贵，他这总共多少啊？怎么跳那么快啊？来中！哎、欸，来喽！哎、欸，再两抽，各位，再两次五抽就中了，再两次五抽，看好，看好。OK， 来个中间 C 位来一下，哎、欸、，C 位有两个、欸，来啊，那 C 位是来两只，来 C 位 ，C 位跟我刚才那个海雅一样 C， 我直接中，谢谢。单抽，单抽，单抽，单抽初级机，中，打高人，来了五抽，边边先把它抽完，来一二三四五，边边来。各位中了，这个路一定来个克里希，真的，我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，来，哎、欸，不会是这样子吧？哎、欸，我刚才已经祭品了、欸，哎，不要让我保底了，来啦，单抽出几击，单抽是499，这个加油熊呢，来中，要保底了，再多点金都不够你们花、啊。每个造型出就叫我抽抽抽抽抽抽抽，我抽五个是不是？我抽五个，好，来，听你的，一翔，谢谢，不可能保底了吧？不可能保底了啦，中，感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看你们每个超级都叫我抽啊，我每个超级都保底，再多点钱都不够你们抽啊，真的。不是，我就说我要留着抽炭治郎了。你看我这剩一万多点，我能抽炭治郎吗？最后一个499啊，好像抽多少啊？哎、欸，快一万点呢、欸，这快一万点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安慰奖，保底。哎、oh, 欸，这游戏很好哎、欸。Yeah.保底给你个安慰奖，各位，保底给你个安慰奖，五颗红宝石。
来啦，兄弟，盘子有了，直接装上去了。哦，我的击杀来了，崔磊，崔磊。来了。哦哟，怎么感觉一技能变短了？来了，哇，小魔女这样子哦，有，这个够造型够盘哦，很盘哦，他连那个一技能，妈射出去我都觉得是盘子啊，一技能丢出一个盘子，各位，二技能丢出一个圆圈圈的盘子，哇，跑出一个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录一下，没那么强吧？真的蛮强的哎，哇，他这样夺回来是这样子可以的吗？哇！太凶了吧！不是哪一路的、啊，这是奥特中路哎、欸，什么鬼？来了，看我加起来，大招是怎样？我有这大招，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全凭技能哎、欸！我得了，感谢，谢谢邦达，辛苦了。大招是怎样、啊？这个是8860的味道吗？各位？我一个星抽8683，一个星抽8860，好笑，真的是85的幸运数字是不是？发，各位 ，FPS 攻击，兄弟们 ，FPS 攻击复活开一下，谢谢，瞬移过墙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掉帧呢？跟那个罗尔那个造型一样，我觉得那罗尔造型那个也不是。不是也是 FPS 攻击吗？开大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按回城的时候，还是我按回城也会有吗？会掉帧吗？试试看，没有。看一下特效。我有，有哎、欸，有那个 feel， 还有那个音乐哦。来挑我是不是？FPS 攻击，感觉我用这造型伤害特别高啊！是我的错觉吗？各位，我这大招二技能一技能弹起来，这个直接起飞、欸，对面冲啊！盘子一招技能一技能，我超痛，直接秒掉了，真的很痛哎、欸，真的很痛哎、欸！他是有暗改啊，超前部署是不是？知道这角色要出这个造型，先把它按改强。这个伤害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然后就死了，有点爽。有、哦、这个防恩，来闪开各位，来个二闪，啊不是、啊，来个闪二，来、哦、看好、哦、各位，二闪开团，就是这波了，带走，秒杀 ，FPS 攻击，兄弟们，没了。再丢一个 A 技能弹起来。来，再一个一技能，想刷吗？啾啾，飞盘，好痛！我、哦、这个飞盘有点刚啊，我感觉我用这个造型伤害都加倍了，你们知道？想刷吗？我有莫娃始终在哦，那是不可能刷的，我是不会给他刷的，真的。拜拜！哎、欸，直接秒掉！来，想挑我吗 ？OK， 直接带走，高速结束，各位。有点快速，你们知道？你被 FPS 攻击了是不是？真假？你真的被 FPS 攻击了吗？认真？你是开120然后被攻击的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觉得这个特效如果开120，手机过热的情况下你再被攻击，感觉真的会更卡、欸。有哎、欸，有没有直接 MVP 输出最高35.6%？可以吧，就这么刚，各位，直接处理。大家好，我是空巴汉032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还想要看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